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带来的是法兰的一个实战教学解说。那我这次法兰走的是什么？是不得了的凯撒路啊！那面对的是什么？面对的是这个后排杀手熊猫猫猫猫猫猫 Death。那在前期这边呢，我喜欢在中路直接住上一波。那我带挑战者技能是狂热，那玩法兰基本上喜欢带狂热啦，那但是还是要看个人啊。那我这边抓到他一波之后，我就直接开启狂热，想要屌虐他一下。那耗了他大概三分之一血，但是他掉了一个闪现就拉掉。你看，直接在这个半秒的时候，不是半分钟的时候，就逼出法师的一个闪现了。那这是对线是熊猫，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哦。那但是我就是想让他看看，凡恩其实是可以操控整个战场的。那所以我用了最原始的凡恩造型，回归原始，莫忘初衷，莫忘当初我们用凡恩训练的那时候这个盛况。每个人刚开始玩一定都是最会玩凡恩的、啊、对吧？是不是要回到最原始的时代，一切回归尘土，回归皮卡丘，不是回归小智带着皮卡丘一次又一次的重新从真心镇出发。好啦，那这一次呢，我们这个凡恩大神呢、啊、我们看一下凡恩大神能够有怎么样的能耐、啊、那大家不知道到底觉不觉得凡恩这角色是烂角色呢？如果你觉得是或是怎么样，你就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你觉得凡恩到底强不强？就很像勇，勇呢一直是很令人诟病的一个角色，但是我就是硬是要玩他，把他玩的就是替他伸冤，这样玩到我是讲，我一定要玩到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再说勇是烂角色，我绝对要让这件事情达成啊，对吧？所以我会持续的玩勇玩下去。那么下一个伸冤角色就是这个凡恩啊，我去这个熊猫，我们不急着开狂热、哦，因为我们没有大招，那开狂热也没办法一次带掉他，所以刚刚那边被熊猫抓到，我们马上的就定他，定了他不要不要，他马上就是往后跑，对吧？他也是会怕我们的、啊。那我们这边就快速上到四等，来到四等之后，抓到熊猫的位置，他缴了很多位件，直接往他身上贴近。那我们这边就黏着他打，开启了这个狂热，他一个大招压我身上，二技能叠起护盾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是一个啊、二技能定身带掉他。其实，在前期来讲，还是熊猫比较强势啊。如果贴身战斗的话，像因为我有一个先手权的，我先上到四等，然后对他直接灌了一套，那近距离对他开大。那其实反正这大招，如果你不出这魔攻，好像会出目光之刃，也是可以出的啦。但是如果你反而不出魔攻装的话，你的技能基本上就非常非常鸡肋。那凡恩的这个魔法伤害是可以打出暴击的、哦，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带个魔攻，稍微可能带个目光之刃，然后带个圣剑之类的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我就直接先回城，因为血量不多，那熊猫回来的时候就直接回城。那其实，在前期来讲，凡恩比较劣势一点的，在于攻速还没叠起来的情况下，就会稍微的劣势一点的。那我可以看一下，我带的是这个魔兽之爪，那我觉得这个魔兽之爪搭配凡恩的这个五层好不好？凡恩也是叠五层哦，所以我觉得，这两个装备，这一个装备配上凡恩的一个被动来讲是蛮不错的、哦，那可以很快速的持续叠、哦。那我们尽量就是用普攻持续带出黄标，那把对方定了一个不要不要的。那这边爱丽丝跟我有差不多的默契，熊猫来也啊，直接近距离对他开大，那刚好爱丽丝抓到他的位置哦，但是马奥斯也赶过来，所以就先稍微拉掉一下。那对方卢米亚开大的时机非常非常好，所以如果他没开大的话，说不定呢，我们可以直接上前就带掉对方的熊猫，也不一定哦。那这边我们把兵线清完之后，发现他们在吃古龙，那只剩我跟这个弱小的爱丽丝啊，是完全没有任何招架之地的。那我们今天看到对方的这个打野位以及马洛斯在中路欺负我们的罗，我们就稍微赶过来看一下，那可能随时会触发一波会战。但在下路我们有队友回家了，这边我们抓到马洛斯的位置哦，我直接啊这个大招就打到两颗啊，只有两颗子弹打到他，不过这马洛斯哇居然又往回跳，那绝对这人头是要给的、哦。那我们这边持续的用这个普攻哦，那控制住对方熊猫还在上路拆，我们这边稍微扭一下，扭掉对方卢米亚的技能。那这边的话上路我得回去了，不然的话熊猫真会把我上塔给直接拆掉，拆了一个不要不要啦，拆了一个棒下卡拉卡，所以我们赶快回城。那这边稍微的就是赶快把兵线整理一下，那我相信熊猫会躲草，他一定会在那等我，他绝对会，一定会 562% 万会哦，所以我们这边就不跟他啊多做这个演示，我们不跟他演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等他出来，看你要演到什么时候，对不对？那
这个性子耐不住，终究还是出来了，对吧、啊？那我们目的就是目标，就是稳农，慢慢发育，稳农起来之后，到后期不得了，谁来杀我，我就杀谁啊，是不？是不？对，一个狂热开下去啊，我连闪现都不用啊，我站在原地跟你互 A， 直接 A 死你。那由于凡恩的这大招，其实我们不是出魔光装啦，所以我个人的见解是。也不是很重要，这大招到底有没有六颗子弹、五颗子弹全部打到对方，我就觉得都还好，因为毕竟我不是出魔攻中，我是靠着普攻不断的去造成控制的效果，那给对方一点点这个动不了的一个感觉，被鬼压床的感觉啊。那么熊猫出现了，我们爱丽丝啊，爱丽丝居然往回跑，不过对方卢米亚也是这个大招时机就抓得不错，很快速的可以替队友解围。那这边穆拉直接过来，但是我们一定抓不到他。但是他现在回去了，所以我们抓到他。你看这个大招开下去空大，不过没关系，不影响我们的发挥啊。这个空大没关系，稳的兄弟，没事没事。这马奥斯又想回头，我们看我们这一空空马奥斯，对方是直接的准备狙击史密达了。这边直接的帅气的带掉马奥斯。那现在肾上。上路呢有两只这个半血的角色，瓮中捉鳖，我们来瓮中捉一下鳖。这边稍微点看水银弹幕打他完全不痛，扣一点点血而已啊。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反而不注重这大招啊。这边卢米亚过来送了，卢米亚来抖内了，我们就直接把他带走。那这边勇看卢米亚来抖内，他说我们两个也想抖内啊，就直接靠过来了。那这个勇呢，直接近距离就直接把他狙杀掉，完全啊，二话不多说，看到对方的这个打野位杀过来了，他说干你们都抖内，我也要来抖内，我喜欢这个实况组。OK， 好，拿了一个 triple kill。那这莫拉是在最前面被我们杀掉，他一复活出来，又被我们控了一个不要不要，又是一波死亡哦。那你看这反而其实在这整个战局来讲是不是很重要？我是觉得蛮重要的啊，我是觉得刚刚的一些控场都是不错的，那打了对方一个蹦起来卡拉卡，那稍微的这中路兵线啊，这熊猫又过来了，我们直接用这个技能控死他。我们这边先用这个，因为我们的黄标是指定技嘛，对吧？然后再搭配爱丽丝啊，很容易就可以把他带死。那这边稍微扭一下，不要吃掉太多伤害啊。但是我们还是很想杀人。这边再带掉勇之后，莫拉准备想来搞我们，往后拉，他只杀到我，只稍微触碰到我一下而已。我这边快速的带掉他野怪，不要让他左怪，有没有？这个押韵，这个双押。这时候莫拉又进场了，我们直接近距离对他开大啊，直接把他带掉。这里因为大招可以提供我们加速的效果，所以快速的扭掉卢米亚的大招。那你看，这连这个穆拉都拿我们没辙啊，对吧？那么凡恩大神啊，并非浪得虚名啊。他在上路，我们的奇尔直接被解决了，所以我们就赶快把这魔王带掉啊，准备回家。也没魔，也没什么，要什么没什么，所以带了魔王之后就直接拉掉。好，那下一把准备要出我的核心装了，魔兽之爪啊！这魔兽之爪出来不得了啊，不得了！对，问题不大，问题很大，对方的问题很大。我魔兽之爪出来，每一个都别想跑。看一个，我杀一个；看两个，我杀三个。啊，有可能自己会被杀掉。哈哈。好，那这边往上走了，看到上路一只熊猫啊，搭配我们的象象，我们用象象做保护，因为我没有位移技能，所以我需要象象的解控。那这边就稍微带一下这灵魂鸟，这只能用这普攻的男人哦，只用普攻的男人。那我们这边抓到马奥斯位置，这个大招会被卢米亚给刷到，我们赶快开启狂热，就是一阵这个摧枯拉朽的攻势哦。你看，完全的带的舒服啊，带的漂亮啊，就算卢米亚打到，我也不怕、哦、我们直接开启狂热，把对方给打了一个蹦下卡拉卡。那我们就再靠近队友身边吧。那这边我们就来搜刮对方野区，对方有穆拉嘛，我们尽量不要给他有机会啊，不要给他从中作梗。那对方这熊猫带的是。这个跑速鞋啊，这个游荡者之靴，那没有任何韧性，所以被我们这种控组控到，基本上就是直接嗝屁啊。那这是为什么他跑不掉的原因啊？就算他带魔方鞋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跑掉，但是至少如果看到有凡，我是不会带这个跑速鞋，除非我们有很大的优势，而且我还是一直跑线。那像其实，在上路熊猫就是蛮被我压的啊，所以。那也是队友有过来帮忙，有帮我来助一波凯撒路，助个两三波，那导致我在凯撒路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发挥哦。那熊猫这跑数学就基本上是完全没用，因为他的线都顾不好，他还想要去跑线，那这样出这个跑数学就是一个错误选择哦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稍微蹲一下，我们直接五人急行，
看到这马洛斯，我抓到他的位置，一个近距离开大，这边他想走，直接嗝屁。我们开启这个狂热，但没有东西可以给我打，那我们就让手的红红的啊，这样很像假的这个全能武器，让对方以为我有全能武器，全能武器也是红红的。好，这边对方死两只哦，那当然是直接就推啦。这边抓熊猫位置，一个大招啊，再用一个普攻就把他带掉。我们快速的打一下这个防御塔。这魔兽之爪出哦，攻速是非常非常之快哦。好，那带掉了这中塔之后呢，我们再往其他路去做一个清兵线。那这样我下一把要出破阵，增加我的穿透能力。好，那这边我们队友其实大家都还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哦。那这边再往中路这边稍微清一波兵线。那对方一复活，那我们的人还是在复活的时候还是在比较遥远的地方，所以我选择直接拉掉。那想说我们就来其他路去做这个清兵线的一个动作。那上塔呢？垂涎欲滴，直接就推掉，没问题。这边谁来守，我就让谁死。我跟你讲，你看熊猫过来，靠过来，没有开启狂热，你就准备死吧。一个大招，哎，增加跑速。这个马洛斯，好，我们先拉掉，没关系。那这个卢米亚想要清兵线的，那我们之前看到对方莫拉在这边的，我们直接逮住你啦，莫拉，我直接就是硬式的把你带掉，有没有？猛的嘞！莫拉看到我就跟看到鬼一样啊，看到我就马上想到说啊，完蛋，我要去这个奈何桥了。你看，连车票都买好了，直接哎，莫拉 ，hello， 这有一个奈何桥的这个直达车啊，谢谢啊，他很有礼貌的说一声谢谢啊，就走了这样。这个这自导自演还可以的啊。那这本来想是去下路清个兵线，然后推个塔，但是队友不领情，队友想要直接拆。我们的熊猫过来了，我一个大招，哎，死啊，死了啊，终于死了，终于嗝屁了，这无敌方案终于嗝屁了。那我这一套基本上是没有吸血，所以我吸血只有龙骨的 10% 啦，所以血量其实回不太起来。但是我们主要就是这一套是主要来撑攻速的。然后再加点暴击，一点穿透，那打对方是还要这个输出 35% 合格啊，及格边缘。好的，那这场比赛到此结束，凡恩的强不强呢？由你来鉴定 ，See you guys。